好，第九场啦，系讲翻嗰场咩国庆杯咧，成绩上赛成绩好嘅就二三四六，咁呢四只马就喺晒四重赛嗰度，揸住只二号胜不骄咁啊，拖三只咁啊，二重彩又中，三重彩又中，四重彩又中，真系事后就梗系叻啦，我真系七号仔。七号仔马咧叫好劲力，几好啊！五二三四嗰只马近绩几好啊！赢过本路程嘅系一五十十四，呢只冇份。咁啊，三四六咧就入个 Q， 十二号咧就入个第三名。大上将成绩好嘅呢只有份啊，二五九，上次跑第三，呢只马叫做时时清心，钟奕礼。背文一百报文一百三十几磅，其实一号仔啊，即系跑唔喐嗰只马。如果即系大胆啲咁样，唔知准唔准嘅咧，俾个减几多磅，把钟奕礼佢跑直路啫嘛，照向前跑就得噶啦。一号仔上次第十，前次第一，叫话你知何泽耀，上次唔好，前次好好，五倍。隔晚大热门是五号，速势能量最突张就是这一只一号。贴士指数呢 最多人贴的就是一号，所以一号呢现场都是热门来的了。三号呢就是最叻入个 Q 的，三号呢就叫一绝，被潘顿骑了，潘顿赢了一场三級賽了，上次第九，前次第七，近績就差少少，亦都未贏過本路程，係入過 Q 啫，近績又未輪到佢，但好多人關注啊，潘頓啊嘛，四號睇幾倍，四號仔。十三倍，四号仔上次第八唔好，前次好好，第二，前次第二又潘顿嘅喎，潘顿骑开唔骑，而家俾田泰安，有可能呢只积极喎，大卫希斯呢只，潘顿就真系骑贺贤嗰只，上次跑第九嘅一绝，五号仔咧就叫做神州时代，上次跑第二，前次第七，又再前次第二咁样啊！神州时代即近三次有两次入 Q 嘅，五号亦都赢过本路程，上次成绩都好，隔晚大热又系五号，但系现场我谂未必系佢喎，真系。六号金鼓齐声，报文上次第四，前次第六，十倍。六号本路程入个 Q， 上次跑第四，变线啦，有十倍。八号精英至尊，精英至尊上次第七，前次第六，冷少少啦，应该近绩普通啊嘛。精英至尊咧就系、是、本路程冇乜赛绩嘅啫。八号仔骑师好唔好啊？几好啊！何铭年二档跑千四喎，而家。整翻成千四，一千又跑咗两次，千二又跑咗，千六又跑咗两次，而家整翻成千四。九号仔天福上次第三，前次第八，艾杜拿。九号仔都几好啊，九号仔，但系可惜本路程就未有纪录，只不过系上仗成绩几好。九号仔上仗第三，艾杜拿。
买近积咪上一场咪中晒四重彩，再对上一场有一号八一六八一六八啊嘛，二号八第四啊嘛，咁咪一二六八又系中晒三重彩。今日啲近积码都几好，暂时话十号就喺直间跳三，优进优自在。以前莫雷拉骑呢只马赢咗，我买中咗。上次第九，前次第七。杨明伦，杨明伦今日大热门都赢到啊！十一号蔡明少啊，蔡明少四十五倍十一号，系啦，跑咗两次全部十几名，今次第三次出，估佢未有咁快得，又或者分数就唔够咁样啦。蔡明少深色衫一个 V 到，好似紧张大师呢三个十一暴风碎啊，叫做十二号幸运星球，唔系加州星球啊，幸运星球上次第七，前次第三，十一倍啦，呢啲几好啊，呢啲啊，当上一次系隐藏实力啊，前一次先系礼真噶咁啫嘛，佢前次好，上一次唔好，好多时候呢啲马都即系跑又有赔率啦，咁样你又拣唔到佢啊，咁样。十二号上次第七，前次第三，幸运星球希威森。十三号蓝色衫嘅就是最佳拍档，即系马几次都好厚，十七七五。等下先喎，呢啲要啊。董明朗，董明朗成日都骑啲牌面上差少少嘅马。十四号蔡德义，他初初嚟香港的时候嘅传说，佢几好咁样嘅，即系而家越跑越唔似样，赢过一场啦，但系连续三场都要跑十几名。叶楚航、潘明辉嘅呢场我中意一号、五号啊，我中意呢个何泽尧同埋梁家俊。Jenny 冇要一喎，佢要三九，三号都几好。三号系潘顿啊嘛，一绝啊嘛。不过近积系差咗啲，一九七二，一个第九，一个第七。三号入过 Q 嘅，上次成绩好系二号、五号、九号，所以佢有九号都有五号都 OK 啊，真系。三号收到风啊！佢潘顿，佢买潘顿几准噶，俾咗贴潘顿佢几准噶，参考下啦。Jenny 姐要三号，因为黄志康就系要一号五号，我都系要一号五号。蔡俊佳要一九三六，其实一号、三号、五号好似好聚焦咁样。看啲人揀馬，呢個要五號一號，冇人要田泰安喎。田泰安就艾利奧前一次跑第二嘅喎，前一次俾阿潘頓騎跑第二喎，但而家潘頓走咗去騎只三號咧，所以啲人就咁諗啊，三號會唔會好過只五號啊？會唔會好唔好過只四號啊？如果係？四号得啊，潘顿都做到榜啊，一百三十二。呢只二号仔啦，呢只叫时时称心钟奕礼，呢只马上次跑第三噶。近即嚟讲，五号嗰个一号啊，但系一号咧就前次跑第一。五号咧就六次赛绩都冇第一，所以我觉得一号称先少少咁解啫吓。都翻得嚟嘅，即系
出嚟跑啦，神操啦，又冇乜特別啲第二啲騎師啊，即係撩呢啲馬跑啊。暫時未。係啦。都亮起啦！第九場嘅賽事，四班千四米嘅熱門馬就一啦。呢只華里茲今日何澤瑤咧都幾好成績，目前咧同阿潘頓就爭緊呢個騎師王嘅。潘頓就跑一絕8.6倍，有飛嘅馬亦都唔少啊！呢一組好啦，有馬入閘，首先咧見到就艾利奧。暫時都未就範嘅，好，終於時代精英至尊時時稱心，呢幾隻都係啲雜箱麻麻地嘅馬，交俾雜前。最後入閘係金鼓齊勝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九場賽事，四班千四大熱，暫時顯示是一王旗巨英。好，你一跳出嚟，神州時代就搶住出嚟，中間位置粉紅衫的蔡德爾，埋邊是天福，中檔有幸運星球紫色衫，進優自在都搶埋一份，在外面艾利奧都走上去，內欄位置還有精英至尊，好多層淺藍衫內欄最佳拍檔，大約在個馬林中間，有這隻就是華里茲，在它外面有金鼓齊聲，後面四隻分別有暴風水、紅衫、尾衫，很勁力，尾是一絕，暫時殿後就是那隻時時稱心來的。好了，轉這個就是白白米灣，前面帶頭的馬是進優自在，蔡德爾就跟著第二位，內欄第三是天福，第四位有這隻艾利奧，內欄第五精英至尊，第六位就幸運星球紫色衫的，在外面最佳拍檔，拿出去外面的馬分別有這隻神州時代、華里茲、金鼓齊聲，一路封住華里茲，扔在最初那邊有一絕，紅衫就是那匹很勁力來的。好了，最後300多米了，前面艾利奧鬥緊這隻就蔡德爾，內欄進優自在又未散得曬，外面精英至尊上來攝入邊追，還有華里茲，外面神州時代，出面仲有兩隻啊，金鼓齊聲同埋一絕啊，最後100多米埋邊華里茲已經透出，中間艾利奧，出邊神州時代同埋金鼓齊聲，我依家華里茲啊，何澤瑤三 win 啊，跑第二名啊，艾利奧喺中間，咁啊出邊神州時代時時稱心，時時稱心，同埋呢只咧金鼓齊聲啊，咁啊結果呢只華里茲喺個馬林中間穿插而上贏啊，跑第二名艾利奧喺中間，第三名咧。三隻馬贏啦，神州時代、紫色眼罩、時時清心，外邊金鼓齊聲。一號嘅華里茲咁啊，何澤瑤啊，咁啊，最後就9倍係啊，一號、四號、五號，唉、哎，真係已經兩次咯，今日即係中間俾只馬揞咗，揞咗條連贏位。係啊，四號其實都幾好嘅，四號係咪啊？雖然上次不好，就前次潘頓跑第二啊嘛。係啊，只五號仔本來出得幾好嘅，真係出得幾好嘅，真係佢又猶豫喎，真係又褪翻落去後邊咁啊！只五號仔邊個騎啊？五號仔梁家俊係咪嗱？越騎越後咁樣個身向後嘅，咁啊何澤瑤嗰只馬 win 得嘅，而家仲喺尾五六度啦嚇。咁前面有啲馬就速度幾好嘅，係咪？但係冇派彩嘅呢啲啊，啲12、14號啊呢啲啊，即係進優自在啊、潘明輝啊、蔡德爾啊呢啲咁啊，反而只第四隻呢個啊，田泰安喺呢度啊，跑得最好係呢個啊，真係。咁啊！而家梁家俊喺外邊啊，五號仔衝上嚟咯嚇，最外檔。咁喺何澤瑤仔裏邊穿插喎，學布紋嗰招喎，用布紋嗰招啊，穿哇好好勁啊！真係逐隻穿啊，越走越埋啊，揾到條第三碟衝上嚟啊，一鼓作氣衝咗上嚟。咁啊，五號仔梁家俊衝緊上嚟啦嚇，咁啊田泰安已經好。走甩咗啊！即系啊，走甩咗。1、5、4
145啊。方家柏都贏完又贏啦，反而羅富全係咪出咁多隻馬，即係有二三名。何澤耀今日威啦，今日幾好啊，今日。呢啲係印度家庭嚟㗎，個名字叫 Karma， 呢啲係印度人嘅姓氏嚟㗎。何澤耀幾好啊！呢場勇猛啊嘛，呢只穿四隻馬走上嚟啊，即係出到頭啊，真係艱巨啊！呢個工程真係睇下要做個近鏡咁樣啲 focus 喺佢嗰度咁，睇下直路鏡頭先得嘅真係。梁家俊喺外邊想揾條路衝。但是被一隻田大安走甩咗啦，已經。咁一號、五號都有80蚊，都有80蚊啦，幾好啊！四號有4倍位置。